好，再来看到的是现在呢，世界各国挺台抗中力道逐渐加大，美国甚至在日前透过了国务院拨款法案，现在纳入多位友台议员提出的修正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把台湾划成中国地图的一部分，甚至还声援表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也再度展现挺台立场。My amendment, which is included in this en bloc, would prohibit the use of any funds to create, procure, or display any map which depicts Taiwan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国联邦众议院28号再传挺台后消息，国务院拨款法案中纳入多位友台议员提出的修正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将台湾划成中国地图的其中一部分。Taiwan has never been part of communist China. The Taiwanese people elect their own leaders, raise their own armed forces, conduct their own foreign policy, and maintain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众议院以217票赞成对上212票反对的票数通过622亿美元的拨款法案，力挺台湾是个独立国家法案，接下来将交由参议院审议，两院通过后再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外交部我们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对我国友好的立场，未来我方也会持续密切的关注这个法案后续的发展。这是对过去虚假的、不务实的这个一中政策很重要的检讨的开始。各国陆续释出实体作为来表示挺台立场。日本副相麻生太郎就曾公开表示，如果台海一旦发生冲突，日本自卫队会与美军协防台湾。连日本学者小原凡司也认同麻生论点，认为日本西南各岛如果遭遇到台海战争的波及，自卫队确实会出兵护台。那希望可以这个能够压制中国对台湾乃至于其他邻国的这些武力骚扰。云豹甲车、快反连重型机车和轻型战术轮车深夜现踪总统府前，驻守台北市的宪兵202指挥部执行卫戍区的战备任务训练，深夜十分震撼气势，丝毫不减。各国加大挺台抗中力道，我国军方也强化首都战力。记者综合报道。